中一，传导中一了，我们的传导中一了，来了，鱼开一口了，是爆，从树下面冲上来的，那棵树的下面。喂，我要逮公鱼再中一个，前面后前面中，后面中。喂，他也中了，三个一起中。哇，鱼群进来了，鱼群进来了。啊，第一个浪。呀。出了出了，鱼来了，鱼群来了。哦呦，看鱼不咬不咬，现在最后一天来了，鱼群进来了。哇，这一条漂亮的，说了说了，它下去木头下面一个木头，不杀不杀，小心小心，慢慢来。哎，一头博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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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Yes, mantap. Besar. Yo, mantap. Mantap. Yeah. 不搞不搞。哦，他那个很大只啊，那个出了出了。那个吃的是 Sensus Kaido， 那个是 La Bala Restaurant， 这个是5cm 的。Yes, yes, mantap. Mantap. 黄金双线水马溜，木润。哦，成功放生。Yes。OK， 这条保持钓，这条比较大。我的博嘎很久了。OK， 保持这一次是，我们看博嘎是称的，表示着1.5公斤，三磅，1.5公斤，哦，很漂亮这条，黄金梦幻水马溜。看到没有，它金不一样的，它跟我们每次钓种银色的不一样，金底的。漂亮啊，这只哦，它的头很美啊，这条。哇哦，金色就是美，漂亮。传导中一条金木材哦，金木材了。看大只的小只，啊对了，给看刚才船老在外面撞到这一条，我们现在划船进来找鱼。喂，慢到慢到，还在3kg的，有，猛攻爆，他被落呢，先射开刀，呆哥，青老虎。慢到 ，OK， release， gambar release， 准备 gambar， 这条鱼很虚脱了，救它先。人马的这个老马。OK， 拜拜，没问题，可以救得到 ，Yes， 慢到 ，OK， 那么我们。经过讨论啊，研究就是说，因为前两天下很大的雨嘛，每个晚上都下很大，然后山河啊变成那个跌打的颜色，今天山河就比较清澈了。那些你们看到那些颜色啊，那些巧克力色是它的河床来的，所以有可能船老讲的对，啊那个鱼在那个河水混浊的时候它不咬。我们现在来到这地方，一连续上了好几条，而且都很大只，蛮有分量。呀、yeah, ，另外一条梦幻水马溜，浮现出来了。等一下，困了吗，马老板？爽爽。
上海话呀，所以这一趟不虚此行。上海话呀。OK， 你的，继续加油，再来。OK， 终于终于。不少不少。哎呦，不都是。又是下雨，又刮大风。这样的钓鱼其实很扫兴哦，一刚开始要开口的时候，风是吹，不能钓，凉钓。不过野外钓鱼就是这样的东西，你必须要接受的。OK， 那么趁着现在休息的时间，我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次的钓鱼我都带有什么东西来，什么路亚。三盒少不了这些啦，亮片，这些亮片啊 ，spoon 啊，阿布艾伦是一个经典，一定要带的。那其他你们自己看着办。然后还带一些，这些全部都是闪亮亮的东西啦。那些 vibration， 那带一些雷瓦来 standby， 因为我们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钓况。然后第二个后背钩一定要记得带。有带好过没有带了，有没有钓框它是另外一回事。然后一些单钩啊，一些小只的路亚。那下面这些都是肥婆拉巴拉的 restore， 然后这些就是诚信路亚，这个是深色的牌子，而这是比较大的。然后有带一些这个 bobber。也就是这样，大家做一个参考啊，也不一定什么都用得上，但牛带多好过你带少，因为如果你带不够的话，真的到时候你来到这么远的地方需要用到，那怎么办？你没有的话就很扫兴，所以必须要带多好过你带少啊。虽然这次的钓鱼我们大多数都是用到这个 spoon， 然后这个肥婆，还有就是 heavy sinking 的这个 mino 啊，不过其他的还是我带上一点啊，以防来啊，我们的老大又钓到一条了，水马溜烂钓，烂钓。OK， 你们做一个参考啦，也不一定我说的一定是对的。OK， 哇，过多，哇，哦 ，yes， 放户 ，yes 啊 ，super round，another one。爽啊，老板！爽，今天爽歪歪呀！已经三天，我们时间对就是对。第三天我们才有钓到不错的体型啊，前面两天惨不忍睹啊。OK， 放着，放开，放着。OK， 呀，蛮大。It's done。哇，哎呦，哎呦 ，yes， 再多一条 ，OK， 放生，哦，慢走，哎，不烧哎，哎，小心小心小心 ，OK， 漂亮，另外一条黄金水马流，哦，这个时间差不多一进来了 ，OK， 放流，哎，输了跟落，输了跟落。哦，老板又中鱼了，哇，漂亮！你看，水马溜群进来哦，耶，漂亮，也是吃这个深色的开度，体型大同小异啊！你看，它就整群了。漂亮，黄金就是黄金。呀呀！呀呀，放松 ，kiss kiss。看，体型大同小异啊。OK， 放生。哎，谢谢。撑着，撑着 ，OK， 可以了，没有问题。哦，哎，
下去下船，帮他磨到船。OK， 可以啊，还会打猎。OK， good， 有体型。嗯。OK。中鱼，中鱼，中鱼。水马六来了喂，到中间来咬了，你看，一来就是整群。那么昨天前藤不开口，今天一开口就是开不停啊，所以算是遇到了啊，让我们遇到。放生了，嗯，它鳞片，我一次强调它是金黄色，看到吗？黄金剪刀尾，走，阿伯你走你走你 ，OK， 这个不错，这有体型，最后一条。另外一条啊，钓不停啊，捞下捞下来，放生。哦，跳跳。要什么？要不理你，才不理你。OK， 这个开多，这个颜色也是不错哦，杀手啊。OK， 快快把它放掉。哦，拜拜。看，老板今天爽歪歪啊，家都不要回家了。你们记得哦，所有的原装钩一定要换，不可以用原装钩的。放生，放生 ，Lilis， 满到 ，Good job， guy， 两个一起中鱼。啊，还得挖坑呢。看我们在这个点应该钓有很多条啊，几条我不会算了。今天的渔获一定是过二十了。哇，这条蛮大的，出了出了，出了出了，应该是有一公斤了。OK， 这个是我们的晚餐。哇，不错，良心，中了这小宝宝。OK， 直接放掉，慢倒。哎呦，到前面来一个上百的半哦。嗯，当然这种鱼它嘴巴前面是尖尖的，这样子的，漂亮，放掉它，拜拜。呼 ，OK， 那么这一次的钓游已经结束，就是三天两夜，我们在最后一天，哦，可以说是险象环生啊，终于啊破了很多的蛋，然后有落架落架了，可以说是落架落架，成绩不错。主要是因为前两天的雨影响到我们的钓况，那今天雨势已经缓和，所以啊，很多河口在中午的时候才开始咬，早上也不太咬。中午的时候我们甚至停在那地方都没有移动到，那个鱼一直不懂从哪里游进来，没有停过的。OK， 所以就是这样了，有什么我再向大家汇报。现在回了，要赶在天黑之前回去。So， 拜拜。Okay， 你们看啊，这个水马溜，这个是刚才宝奇钓的大只，还有另外一条，我们来做晚餐。可是你看这个鱼死掉了啊，它身体的体色还是很黄金色的。哦，漂亮啊，这种河鱼。
看他们去放网回来啊，这个是什么一种吉罗鱼，这个他们叫一根巴肚，一根巴肚啊。漂亮啊，爽吗？包，你要说包，包，那个头包是黄色的，漂亮啊！还有几个啊？对，公包啊！哇，我们的十八捞，碳烤十八捞 ，BBQ， 这个怎么吃得完？漂亮啊！第三天的晚餐，菜、鸡肉、鸡大不要跟包。等一下还有一个啊，那个水马溜。现在我们先吃这个先。哇，这个十八捞 barbecue， 你们看，这牛哦，漂亮，真的。OK， 那么又是简单的跟你们报备一下今天的情况。今天没有钓鱼了，今天是回程的最后一天。你们看这个天气哦，哇，西一北美，昨晚也没有下雨。就是如果今天我们继续钓的话，应该那个钓况会很激烈。但是没有办法了，要回哦。等下我们要回闽都路，所以我们简单的吃了早餐要回哦。OK， 老板什么讲？老板。哎，过来过来。OK， 好，采访一下我们老板这样子。西北 good， 这个地方下次一定要再来呀、啊。我、哦、还要再来呀、啊。啊。中毒了，中毒，中水马溜的毒。啊，其实很不错啦，这个地方很休闲啊。然后主要这一次还是针对这个黄金水马溜，因为我在泰国呢，在马来西亚。甚至在寮国也没有看过黄金色的水马溜，只有在这个地方马来西亚沙拉瓦五轮水库才有，所以我不确定是别的地方有没有了，或者是我孤陋寡闻，但是真的很漂亮。 OK， 告别五轮水库，下次见，拜拜。OK， 那么我们已经抵达了码头，要准备回去闽都路。那这个摩伦店可以说是沙拉叶排名第二大的水库，排名第一的叫做巴昆巴贡水坝。OK， 啊，很不错啦。虽然这边的鱼种很单一，就是水马溜，不过很好玩。OK， 有兴趣的朋友一定来这边走走。OK， 那已经来到这个闽都路了，我们。啊，可以帮我们找一间酒店，我们在这边住两个晚上，因为我们的飞机是后天的。OK， 现在来到闽都路有名的夜市巴沙马兰走走 ，Let's go。很热闹的地方。吃早餐，吃早餐。旁边。板凳，板凳。哇，全部完了。OK， 那么我现在的位置是在闽都路的旧街上，一直听说有一间很出名的大背公庙，没有来过，所以今天能过来看看。去他的巴萨走一走，看卖什么东西，里面看他们的这个饮食文化。哎，如果到他的拜完年，再那么哎，抓肉一刀。十八年鱼，
这应该是抓的，这是养的。啊，对，手弄上，带着你出外面就要订购。这是多，是很多。有时候我们要找这些内衣来钓了，找不到，这里一大把，你们看。这个啊，什么？生鱼。拿来踩，所以你可以看到里面的全景哦。这是另外一个巴萨来的，刚才旧的是在对面，叫我们过来另外一边，看他们的市集卖什么。我的个烧啊，那地下出来，多少度？啊，你看度，度几老度不老？关刀鱼。OK， 好，现在我们要去这个 KL 的机场了。OK， 终于回到新加坡了。好，这个钓鱼其实可以玩啊，这个地方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那边走走。好，很累啊，一个星期就这样结束了。OK，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，我们下一期见，拜拜。